着急慌忙的又要去收衣服，下雨了竟然，哎，刚刚还晴晴的呀，完蛋了，这个太阳能充电我们又用不上了，看来今天这个测试啊，哎，又可能变成阴天太阳能了，快收衣服，凳子先丢回车旁边吧，以免待会儿被刮走了，这早晨好好的呀，哎，又来，不过还好，好像已经快干了，浴巾是快干了。忽然间风有点大，刚才我们同时感觉到了这个那风的哗嚓那一下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把这个遮阳棚收掉，是我们准备的垃圾袋。天啊，不知道下午会不会稍微好点呢，但现在至少是看好不起来了，赶快搜啊，拉着拉着来着，这快速的，喂，啊，安全，不行了，又开始冷了，这儿天气真的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热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不要关了吧，热的时候热死人，冷的时候也很冷，我又把绒衣穿上了，太阳一不见就马上凉起来，把卫生间晾着吧，呵呵，我们今天的食材猪排骨，然后还有个粽子，两个吧，可以，我可以把它煮熟了，还有我们之前弄的豆干都给调一下，调调，我把牛肉拿出来吧，哎，可以，好，一起拌了啊，对，我们之前买的那个熟牛肉这次切完我们要把它放在那个冷冻里了，因为可能要放很久，切几片下来，我直接把它丢到冷冻里边去。我们要启动我们的侦察小分队，去看一下这个周围的情况。哇，它这个屏幕很不抗磨啊！其实我都没怎么把它放在一个磨损的地方，但它上面已经磨下印子了。所以建议大家买这个遥控呢，一定要贴那个防滑膜，硬度太差。哦。鞋子穿起来，现在外边风又好点了，不怎么刮了，太阳可能又要出来，嘿嘿，不错，看现在看到晴天很开心，动不动下雨让人受不了呀，哎呀，太阳又出来了，那片阴云走了，啊，行，我们先把煤气灶搞出来，这玩意儿又掉出来了。好，灶搞出来之后，我们先把这个玉米这些煮了吧。好，开通气，煤气罐弄开。燃气，可以，锅放上来，准备起火，哎，我得把这个凳子拿过去支一下那个什么，好，这样先撑住点，因为有点斜啊，好，我们出动空中侦察小分队，看一下雨在什么地方，雨在那儿，那边是晴的。
看看我们的菜怎么样了。刚才用一半没气了，还好我们带了2罐5公斤的气，不然的话这会儿估计，哎，我们要喝西北风了。这一罐已经用完了，里边还有一罐，用另外一罐。厕所已经在开始调降了。哎，这是已经煮过一次了是吗？嗯，焯了一下。我能说我第一次做。啊，是吗？你确定吗？对。要不要交给我来？不要。八角放了吗？放了。花椒呢？花椒没放。花椒放几颗吧？放几颗。嗯，只要有八角的话，问题就不大。那个姜呢？我看黄老师放的是八角和辣椒。姜要放。对对对。对，只要有这个葱姜八角，就不管怎么做肯定不会腥的。肉总已经下去打水了。哎，他这为什么跑那么远，从这跳过去就好了呀，对吧？你看这个这么大的窟窿，我们可以钻过来吗？我顺便下水边去看看吧。这边下去有点滑。哇，这个水感觉很清啊，从上面看怎么乌了吧唧的。哎，看看，没有异味，有点冰凉，很不错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对面的山里边肯定有蘑菇，我明天可以考虑从前面走，它这边中间有个小桥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过。如果我们能过的话，我们去对面山里边去找找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蘑菇菌类，别吃的中毒了致幻了。天气又晴了，这边的天就是说变就变，说好就好，所以我们又可以坐在外边吃饭了。遮阳帘虽然已经没有用了啊，因为太阳我们冲的是西边，如果要是这边的话就不需要遮阳帘了。哎，不过晒晒太阳吧，没有太阳的时候很冷。看，我把这个轮胎也垫了块石头，这样的话就更安全了。我们的肉火没被吹灭吧？没有，今天没有风，还好。肉总在下边打水了，他刚才打水那个地方是缓流区，水不太好，看这边会不会好一点。一打水一定要到急流的地方去，缓流区里边的水一般都是有一层水膜的，水膜上面几乎都是细菌，所以在急流的地方它细菌不容易停留。看看我们的肉还在炖，哎呦，可以转小火了，水开了，转成小火可以慢慢炖。把台子我们撤到了这个上边来，坐在这个上边还有阴影阴凉地，对着河，晚上在这儿吃点饭喝茶挺美。麋鹿出来自由晃动。